觉得你的松鼠画得非常好。我五年前没有给你摁那个灯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内心里对绘画艺术很尊重，我觉得它是我不可能实现又特别敬仰的一种高度。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人在舞台灯光效果的配合下把绘画变成了一种表演，我会心里不舒服，所以我没留亮灯。我相信像我这么想的人也不止一个，肯定会有人在说黄凤荣不是个作画的，不配称画家。因为在我们中国人认为绘画大部分是觉得是修身养性的，写书啊修身养性，你突然又蹦又跳难免给人家感觉是哗众取宠。可是当一个人是真的很纯粹投入这个绘画的时候，他真的这么多年他一直把每一次的这种精彩，然后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这种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哪怕我今天被人家质疑被人家嘲笑没关系，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我的表演或者因为我的作品而喜欢，我觉得这个就是最